上面有一个横画，然后下方左边有一个横画，正中间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圆，一个算椭圆形的吧，一个大大的这个点，这正好也是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？啊，对对对，新华书局，是是是。哦，新华书。对。新华。就是反正在大陆官方这个，每次去哪里都是新华书店，烦死了。每次到哪都是新华书店，就是他们官方的，卖的书最难看。都是有关于那个社会主义啊，那个马列主义等等的唯物辩证法之类的，我看到都头大。因为我对这个逻辑的最差，所以看得很头痛。社会学啊，曾侯乙。然后呢，他的这个隶书秦简啊，印章有点这个象形，就是秦朝的印章啊，秦印。这个造型我觉得也还不错。然后两个横画都离左右的直线很远。中间这个直线比较短，那悬高了，这样 ，OK， 这个算是秦印吧，我们把它列为秦印、嗯。他们应该都算是春秋战国时候的字，这样 OK 哈，这几个造型差异很大，我还蛮喜欢的，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啊、哦。然后小篆的话呢，就是跟随着这样的脚步而来，所以上面的绳子啊，已经跟底下分开。可见呢，它是受到谁的影响？你们看，它这个是受到谁的影响？齐国，小篆创制这个是受齐国的影响，酷不酷？这个是我一直，你看，如果我没有去抄，没有去做整理，我怎么会发现这样一种觉察？就觉得哎，这个挺酷的。那这个字的发展竟然受到齐国的影响，这是小篆的难。然后到隶书以后啊，它就变成了扁象的。老师有学过这个朝犬大概写成这样。这末端呢有点悬针，左右两边的直线非常短。隶书 OK， 那到草书的时候，大概都是把左边的直线给省略掉。换句话说，拉过来，左边的直线不写，写一个这样。这个应该是我们有点像是我们注音符号的疵，没有卷舌的那个疵。中间两横竖一个干呐、写那个干、你也可以说吃二一，老师帮你们注嘛，比较好记啊。这注音符号的吃二一，这蛮好背的。这是草书，然后呢，分析。它是一种垂吊着，这个算是以绳子悬吊着的钟，这样。就是一个绳子悬着钟的形，绳子跟钟，所以应该算是会意。它以两个象形为主，一个是草，一个是钟的形，这样，所以算是会意字。也有人说是象形，反正这个。